状况是可以，但是左眼肿得太严重了。然后早上去过磅体检的时候，体检那边没有过，那个医生说太肿了，然后不给比赛这样子，很遗憾，非常遗憾，就是很想打冠军战嘛，就跟日本，因为我没有跟日本打过比赛，就是那个选手打过比赛，但是很想跟他打看看。接下来目标当然是拼奥运啊，拼奥运看能不能拼个牌子这样，回台湾这样，对不对？昨天在纪念品店，就是我遇到两位蒙古选手，然后他们跟我说，就是有一位跟我说他是今天要跟我打的选手，我就说哦，原来是你。他就说他很开心，他可以跟我打。可是因为刚刚我要上场的时候，就其实他还没到，对，因为他可能看了那个官网的赛程是12点，然后我们刚才前一场结束的时间其实应该是11点十几分，对，然后他可能就是搭了11点的车过来，这也要将近11点半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就是大会本来有说他可能是不能参赛的，因为他来不及。对，我想说他昨天跟我说他很开心，怎么他今天没有来？因为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劲敌嘛，那其实对他也就是特别的一些研究，那之后的能够胜过他，觉得非常的，应该说非常开心啊。不过最后还是还有剩下的那两场，最后64场战跟决赛，所以觉得自己心情一定要马上调整好，不能够掉以轻心，真的是扫兴。激动，因为觉得大家好像都是在期待这一面奖牌，就觉得非常的感动。对，甚至是我在下面准备要签合的时候，就有非常多观众啊，甚至是工作人员啊，都非常的热情为我加油，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感动。对，我刚刚看你出来，就觉得眼泪都飙出来了。因为确实已经很久没有拿金牌了，就是这面金牌真的是，对，非常开心。因为那时候四大运动拿 N 牌，就说想要在亚运夺金嘛，那这中间的心路历程，要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因为结束之后，因为有一些伤势啊，那其实在你们集训的时候，刚开始的第一周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训练，因为用到就是会不舒服，所以就是在这中间有经历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摔法，然后最后找到自己适合的，觉得很幸运，然后也觉得很不容易，然后也很开心自己做到了。然后现在应该最想要见的就是哥哥，因为他这次是担任教练的，是开始是因为我们在训练，所以在这边一起训练的时候，他因为跟我训练，然后受伤了，就会有点不好意思。对，不过那你送给他最好的礼物，对，还有你自己的生日礼物，没错，就其实很开心，就是有点不太敢相信自己终于做到。